现在要去吃王品一折青花椒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是店员吗？哎、欸，是。他今天是要穿泳裤，是有。可以穿也可以脱掉。他们现在王品旗下各大品牌都推出一个活动，你只要穿着泳衣或泳裤，不管男生或女生进来用餐就直接打一折。像我们现在点整桌4000多的四人套餐，现在硬生生直接打变成400块。那我们今天点的是唯一配合的海鲜花火焰，里面包办牛肉跟各种海鲜，蔬菜也不少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期间限定的麻小卷酸辣粉，吃起来香麻 Q 弹，不会太辣，怕辣也能吃。锅底只能挑一种，但是因为我不吃辣，所以我们又加过了鸳鸯锅。它的肉可以看到，超级大盘，肉质我刚才吃起来觉得超级好吃。他们海鲜还有大虾子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是非常划算的。重点是鸭血跟豆腐可以加到爆炸。那这边白饭大家不用担心，不是热炒店，吃完会马上再补。但其实这四人份我们吃到，你吃到快吐，超饱。不过因为服务费原价计算，所以今天总共花费1051，平均一人只要260，大家有机会一定来试试看。我是丁二林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